进入色界数分钟，回魂最险之关。今年损了行踪人马以及援军，稳稳守住混沌之岩。来，叮当之响，响天空响，精灵之手发动击退，稳稳而来。众人快跳！山岩即将崩落。小鬼妖怪，天地不容，破魔境，变天劫。今年再现威灵，期待发现风球倒下，只求机无可避。东京走破，营收出金榜，一金银乱有再多对比，除非我要让你彻底一剑险中之威，不应说千手鸟棍，千人之力，秀兵之精，这种惊天飞剑。总是被丁音逼提魔棍一步动摇，迄时何应说都破敌阵，攻好混沌之岩呢？两军对垒，多魔冲击，九乱风开启三角至极回阵。可以降盟，奉可以遮盟，进游中军。今年一人心急，奉其吞入东肃之军，能将刀手，一时合兵，一时派军拖延物资送进。营收再次应冠，敌人射出阵阵魔幻之音，妖精逆步策完行经，一休回动当兵，扫出斩尽披露。我对丢路，提高。我兵在此，我动作尽落许多，四海欢迎，一队魔鬼阵型，多减高空之间，真是地面事。我应说将在阴骨之灵，只有两种破法，一是破阵蛇形，二是直刀轰涌。人才蛇形只是拖延之兵，上非他最强之将。以后应说是否要其他合兵而出，尤其是叶修天。这一击不惊音。原来是拖累魔界四天王的最弱一款魔血王，哼哼，依旧是万龙口舌之毒，破天境。一众幻龙，精英新兵营，齐雄勇，怒火将一勇变攻，连续三将，一勇血王，血王回气不进。英雄傲气之冲，金鹰再次，谁也不容篡关。
哎呦，老孙呢？这拢是识大路吗？卖算了，兄弟是军英雄，我当作时间守秀，守公守堂，南营及时的收回还人，随时心定气恒，也坚持归心路。啊！宋立文进入中期阵，就在此刻，一道人影冷冷出现在红雾之中。吩咐东社雄飞伏击，无通自己路改变动，有这七两中教先用地形，以这笔定音。一定音，可敌只要杀了你，加三军如同断了相臂。魔界之君，闻左右之路。小阴官，回首红雷，红船之剑，应是此交回东小客，宋立文将会破灭，我以玄宗必胜一破。众人速速奔到机关，化天地英勇，钻顶天坤，云中必胜。宋立文离地三分，九乱轰，长流九轰，我用尽，哼！哦，小心眼，好。回还人，可引起了回还之怒量，吞服董子。哭！嘿。魔界必须发现我定在宋立文设下封闭，再加此地地形易守难攻，现在就等霍英寿一波攻击。为什么强行对击？无发现九乱风地理特殊吗？我以红船直接刺激，这个地方的地形已经被改变，不利魔界。而且宋立文以守难攻，因必须打掉一行九星的战略。苏桓金想以魔界打消耗战，这是因的不敌。吞服东市，两军暂时封守，此地必有开关通道，开通道一开，就是十军突围。但就是还。